你好，我是麦克谷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试玩一种游戏，就叫做 Whack the Blake， Vegas， 是一种好像谋杀人呢、啊，啊，谋杀这些三个人呢、啊，它好像是出很多种。很多种的款的 ，Wack 什么鬼呀、啊？这个我是找到的最新啊，所以我就来玩，我拍这个给你们看。是狗是这样吗？这两个要拖我一下，你信我一下。太大声了，太大声了。啊，狗了狗了，有狗啊。我。17个 ，Find all ways to kill the beggars。要找很多方法来杀这个什么狗。狗我什么我这个。哪个？你这个吗？什么玩意 ？OK， 然后就这个，刚玩了啊，我不会的。这是。在哪修？拿树上丢他！啊，真的是丢他！丢！再丢！再丢！再丢！丢！哇，这样也丢不中啊！我怎么来了？哦，死了，死也好，不想看到你，要偷我东西，就行。喂，看现在还有什么？把镜子来，镜子。打！哇，这个人好像笨，我、啊、头真的被踩断了。啊，那恶心死了！你这个猫来了，猫加狗。隔离了。哎，我不要这个。这个。还是不要，别动，枕头，哎，这个是枕头哎，盖 ，OK， 下去 ，OK，
很残忍啊，这个东西，真的是够假烂的你，真是够假烂。应该是这个，看做吗？5分钟后，哦，你小人的棍呢？哦，来，一直打他，没有感觉的，被闪了。什么？这是不合逻辑的嘞，这是不合逻辑的嘞。罢了，不合逻辑的东西。搞满了，嘿，这个加这个，看是什么？啊，龙台那个灯，什么？啊，蜘蛛，我这个崩了，这个怕蜘蛛跑掉，怕蜘蛛跑掉，没有杀到他，崩了，崩的人啊！谁将奔去投江的家人呢？来，这个加这个，连这个，应该是，真的是，就先给他，怎么，他就这样奔去呢？我靠，这么呀？哇，这样子都可以的，好吧，就 boom，strike out。Go die 啊！然后我们没有看过那个门是哪种吗？那个狗，这个也可以，怎么叫狗？进门那边，怎么？好，叫谁？哦，阿妈，你怎么？哇，阿嬷这么暴力啊，这么暴力啊，哇，直接给他动身了，哇，啊，哎呦，是这样啊，阿嬷这么暴力的，原来啊，这么他会传染给他孙呢，真的是。够假来的，那这个是最后一个的，什么？不要看，别看这么多孩子，哦，还是踢啊屁股，我屁股不会痛啊，这么硬啊。就是这样子 ，OK， 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已经玩完了这个游戏，然后就搞出这个东西做什么？有一个是什么呀？哇，还有这么多啊！那我就到这里就结束到这个，就是我们的 Part 1，就到这里为止哦，拜拜。